请问，晚上在家播放《地藏经》，或者是《地狱变相图》解说的光碟，是否会增长家中的阴气，带来不吉祥？不会。啊，这都是好心，哎，都是善心。啊，那么你放《地藏经》，放《地狱变相图》。最好是一起看啊，最好是一起看啊，这个要常常听，常常看啊，一遍一遍的多看啊，看熟了才能转变自己境界啊，你对这个因果道理才真正明了，起心动念呢不敢造物啊，如果是只看个几遍呢不够啊，扶不住自己的习气，境界现前呢还会被外境错转啊，所以一定要印象很深啊，所以自己看，鬼神跟你一起看啊，刚才讲了懂得请神送神啊，就没有事情，就会很好。